Mate 50 Pro 可以说是史上最惨的旗舰了。 P60 发布后，官方直降800，在我们源头批发地的价格更是会低到颠覆你的认知。有看过我视频的粉丝都知道，我是做全新二手 iPhone 批发的，但在源头批发地，华为旗舰、三星折叠屏的价格一样很优势，即便是新款，基本上六折就能拿到了。像今天这台 Mate 50 Pro 256大内存版本，还是官方再保200多天的机器，外观成色自然是99星，后置巴黎仕钉的圆圈设计极具高端商务气息，还支持可变光圈、百倍变焦、北斗卫星等一系列黑科技。官方发售价6799，我们拿货3850，直接便宜3000，性价比真的很逆天。好了，下期啾啾就带你们看一下怎么3000多拿下99星的华为 P60。